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ichael 黄俊霖。今天呢我就要推介一只排毒的泡沫面膜俾大家认识。咁咧佢嘅名字就好假细啦。咁佢有咩作用呢？当你敷喺块面度啦，放十分钟，咁你一抹走佢嘅时候咧，就帮你排晒面上边嘅毒素啦。咁咧我建议大家一星期敷大概两晚左右啦，咁你嘅皮肤就会好嫩滑噶啦。咁同埋你上妆嘅时候咧，都会更加贴妆啦。